这位小哥本想打开网页奖励一下自己，没想到电脑竟中了妹子病毒，在慌忙之中，小哥急忙就打开了杀毒软件，准备将这个可爱的妹子给清理掉。不料随后小哥竟发现她好像并没有什么危害性，甚至还会做眯眯眼的动作来卖萌，于是小哥就决定先放过她。但妹子观察了小哥一会，肚子就饿了，抱起桌面上的文件就开始大口狂炫。见到这一幕，小哥也并没有生气，而是想起了曾经被自己养死的小企鹅。为了弥补这个心灵的创伤，下一秒小哥就新建了很多文件供他填饱肚子。有时候小哥打游戏入迷不陪他玩时，妹子也会耍小性子抖动电脑屏幕警告小哥，如果还不理他，那么妹子就会强行关闭小哥正在运行的应用。然而这还不是最离谱的，一天晚上小哥睡不着，就决定打游戏消磨一下时间。正当小哥玩得不亦乐乎，妹子又不乐意了，留下一句吵到本小姐睡觉了，就给强行关闭了电脑。这下小哥再也忍不了了，打开杀毒软件就是一顿输出。可尽管用出了各种手段，依旧伤不到妹子分毫，无奈的小哥也只好接受了他的小任性。可直到一次小哥出门打工了很久才回家，再次打开电脑却发现妹子已经被饿死了，唯一留下的只有一本红色的书。你好，我叫初音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看到这段话，小哥立马就绷不住了，捂着嘴就哇哇大哭了起来。